在巴斯的排列方法，我们在排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分年、月、日、时。一般算命的算八字的子平法，我们叫子平法。啊、哦，子平法就渊海子平。子平法在算命的时候，它的根苗、花果这种来排。可是我们这是在批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按照子平法来批的，子平法又叫市面上的渊海子平。我们不是批的方法不是按照它，但是排列的方法按照它，排成年柱、月柱、好日柱、时柱，这个时柱啊，按照年月日的四柱排起来，这叫做四柱。四柱排起来的时候，好、哦，那。这个有年的干支啊，天干地支，天干地支，年月日各有干支，所以排起来是八个字，就叫做他们过去叫做八字。八字就讲这个、年有干支嘛，啊、哦，月有干支，日有干支，时有干支，这八个字排起来。我们在运用的时候，我们是有元会运势，哦，所以我们教诸位的算的方法呢，两个，第一个，我们用黄极金势来算的。哦，一个呢，可以把它用铁板神数算出来，铁板数，哦，这两个都可以批出来。我们在批的时候，因为铁板数还要去查条纹，那我会告诉诸位如何去查条纹。但是呢，我们正在批的时候用黄极金势来批啊，啊、哦，诸位看我们批的时候读图，我们所谓读图啊，哦。又是根据我们前面介绍《断运天机》里面64个图，用读图的法读出来。那诸位排的时候，批算命的时候照着那个图来排，很麻烦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电脑把它弄成程式，啊，就很快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手排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想去排，太累了。好，诸位看看我们中间排的过程，我已经把它简化了。好，我已经把它简化了。那你们设计成按照这个设计，那不得了了。那设计出来，那一个个好。这个就很精确，但是这些东西通通属于命的范围。我一直在跟诸位讲，命的范围在我们的里面只有三分之一了。所以我们天机道里面，天道那本书，天机道、人间道、地脉道三本通通是易经，都是易经在讲。可是我们分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它。好，那包括这一套，通通这些东西，这所有的排命的方法，通通把它放在天机道里面。哦，那人间道就人道，就讲人那个我们讲的易经的，哦，啊地脉道风这个风地理啊，好、哦、地理位置。比如他们举命举例啊，男命，如果他排出来的是他是甲子年生的，哦甲子年生，丁卯月出生的，这个庚申年，啊、哦、还有庚辰年，这种都是举例。好，这个不单单是说这本书的作者这样举例，历代的牌都是用这个例子来做举例的。好，因为牌法是固定的，牌法，啊，批法我们不参考这本书，批法完全是我自己重新批过。啊，我们用那个易经的图来批的。诸位看到那六字，这个四柱命卦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四柱求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的数求出来。前面跟诸位介绍的已经完全是介绍相，现在开始介绍数。我们要把这个干和支呢，把它换算成阿拉伯数字，用数来起数哈，我们要起数，起用数来算卦。所以易经最难懂的是相，还有数这两样东西最难懂。那相诸位一直在学，一直在学哈，都在学相，现在开始看数。那你看甲数呢，它下面写的是六，看到没有？你说老师六怎么来的？你看第13页第一行，有没有？甲是六数，乙是二数，丙是八数，有没有？这个诸位可以列个表格，我在这个这上面今天给诸位的笔记上面有。诸位在上面有没有看到？这个第三页，好，第三页有没有？第三页啊。把它画成表格，第三页上面有没有？
甲六乙二丙八丁七戊一己九，有没有庚三辛巳，好、哦、壬六癸二。那你如果看到丁的话，就会查表，丁是多少？七，会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看到庚呢？是三嘛，对不对？后面庚是不是又是三？好、哦，这叫做天干数，天干的数。那地支取数的话，就会看第二行有没有，就下面那个，亥子是一六，寅卯是三八，那子是什么？一和六有没有？卯呢？是不是三和八？有没有？跟那个申的话是四和九，好、哦，四和九。那辰呢？辰戌丑未都是五，还有十，有没有？干支数就出来了。天地数啊，如何取？我们呢，简单讲就是说，把单数加在一起，双数把它加在一起。单数呢，我们就叫做阳数；双数呢，叫做阴数。单数阳的话，你看这是不是七三十？这个上面是不是十三？十三加一加三多少了？十七了，对不对？再加九，是吧？二六，二六再加五，是吧？阳数是三十一。那阴数呢？双数加六，加六是十二，二十，再加二十四，三十四。单数通通相加起来叫做阳，双数相加起来叫做阴呢、啊，两个数相加起来叫做阴。那遇到阳数我们怎么办？好，当然它这个中间有过程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一介绍，书里面会比较写的比较多。一加三加五加七加九，加起来刚好什么？二十五。二加点加到十，好三十。我们干数以二十五为主，二十五啊为一个基数来求阳数，所以如果你看他写的哈，超过二十五的话，注意看十五页第四行，十五页上面有个四，有没有？倒数过来刚好是第五，对，二四第五行，第四行了，也是第四行。你看，看天数所得的话，除天数二十五外，所得余数为卦数。假如说刚好有二十五数，则除二十不用，只用五数。那如果不满二十五的话，除十不用，只用零数。这个取数的方法和后面黄极金师的取数跟铁板数的取数都是相等的，玉石通通不用，我们把它通通把它舍掉，哦，通通舍掉。那这个三十一的话，如果去掉二十五，是剩下多少？四百六，有没有？那如果双数是一呢？去到三十，最后看十六页，第五有没有？看地数所得到除地数三十以外所得的数都为卦数。假如刚好三十，玉石不用。三十的话，三十二十的话，你都把零去掉。哦，比如说十的话去掉剩一，哦，二十的话去掉剩二，三十的话去掉剩三。那地数现在是三十四，那地数多少？去掉三十的话，是不是等于四？有没有？得四啊。那求出来这个数以后，这个就是卦的数目。好、哦，卦的数目。注意看这个表格上面呢，好、哦，这个十七页，注意看十七页也可以，好、哦，看我们这个图表上面的这个最下面那一格也可以，好、哦，有没有最下面那一格？第三页最下面那一格，好、哦，我之所以要这样子排列有目的的哈、哦，因为我们后面求数的时候也是靠这个来求的。好，那你如果是六的话，是不是乾卦？有没有？是不是乾卦？四的话是什么？巽卦。所以你看十七页排起来，天数有没有？六是不是乾？这是巽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是上面就是天数，下面天数由天干求出来，地数由地支求出来的，天干和地支求出来。哦，这天数和地数，先把它那个，我们按照。这个过程呢，就是把八字呢，把它换算成数，然后再把卦求出来，好、哦，这是换算成数求卦力。好，那诸位看第十九页，得到卦以后，卦要相当，到底哪个说上卦，哪个说下卦，哦，到底你不能乱做，啊、哦，诸位看十九页，所以你看紫微斗数在排的时候，实际上哈、哦，跟这些数都有关系，
好，我们后面会慢慢跟诸位介绍。十九月诸位看八卦相当成卦，天枢地枢两个共成一卦，就是所谓的当，易经上叫做当。如果是阳命、阴命，好，阳男阳女生，诸位看十九月倒数第四行，阳男阴女，天枢在上，地枢在下；阴男阳女，天枢在下，地枢在上。那他这里是用十二地支来区分，比较麻烦。诸位呢，你只要记得甲丙用，我们通常用干来区分比较快，哦。甲丙戊庚壬，哦，这都是阳干，天干上面的阳干，乙丁，哦，己、辛、癸，就是我们干天干上面的所谓的阴干。反正阳干出现的都是阳年，阴干出现的都是阴年。那我们现在的民国，我们台湾的国农历啊，跟那个大陆农历不一样。台湾的38年、39年、40年这样子，民国几年，凡是逢到双年的刚好都是阴年，逢到单年的刚好都是阳年。现在刚好是这样排上去的。哦，那你逢到你如果看到的干支，像这个甲就是什么阳年嘛，你年的话看这个年干就是甲阳年，如果是乙年生的话就是阴年了。那阳年生的就是阳男阳女，阴年生的就是阴男阴女了。哦，那阳男你看阳男阴女。哦，在斗数里面，阳男阴女顺行，阴男阳女逆行，有没有？哦，排列那个流年十二年大运的时候，十年大运都这样排。所以如果是阳男阴女，天枢在上，地枢在下，所以他现在阳男，我们把天枢格放在上面，上面是不是乾为天，巽为风，有没有？这个人的卦就出来了，就是他的卦就是什么？天风姤卦，看到没有？那如果是反过来，如果是阴男阳女呢？哦，就变成天枢。把天得出来的数的卦放在下卦，地数得出来的放在上卦，这就是相当，啊，卦就出来了。我们的铁板神数里面，现在外面用的铁板神数里面，它的数怎么排的哈？它推算六亲的时候，这是年、月、日、时。我们可以用铁板数来推算六亲，也可以用黄极金时来推算六亲。啊，甲子我们看年的时候，一定是查父母。看年的时候查父母，看月的时候查兄弟姐妹。哦，这边就可以查出来那个铁板神数呢，一共有12000个条变，基本上就是12000条。有的人说他有十几万条啊，什么东西，哦，自己附加上去的，不需要。基本的数是12000条，但是12000条，诸位都你知道出自哪里，里面的怎么批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在我们的64个图里面哦，好，我批给你看你就知道了，不然你怎么背啊？现在外面算铁板书的很多，他都是查这条片，你自己去翻书啊。那哪天书掉了怎么办？那天大水一淹，对不对？就书泡水了，完了没了。哦，不需要，我们用卦来排。哦，那12000条，那它里面条片它有分很多种不同的样子。我这里先简单的讲一下，你们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推算了。这个我们再看这个年这个日干的时候，日柱的时候是推算夫妻，比如说你是女的，推算你先生的属性；你是男的，推算你太太的属性。那时柱呢，是推算子女，这是算六亲，啊，算六亲的。好，那铁板神都是数，很简单。我们甲是不是六？子是不是一跟六？有没有？好，把它分开来，铁板神数从这里就分开来了。刚刚讲的后面继续推下去，就是一般的四柱推命。铁板神数从这里开始变了。天干干支的阳数把它拿出来，一六加六是不是12？十二去十，不用取二。哦，就取二。现在我用完全算父母嘛，就是看年柱就好了嘛。了解我算？算父母他只看年柱的，哦，算父母。那拿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一是阳数，阳数都是什么？上卦。阴数呢？双数就是阴数，哦，这双数相加，
先生啊，双数加加加起来一定是因数哈，这是最基本的数学吧？哦，不会弄错吧？你要就加双数加加加了个单数出来就有问题了哈。加二呢，做下卦，上卦还是下卦？那如果我们把刚刚那个卦拿起来看到没有？这个第三页最下方那边，坎卦是不是一啊？一是不是坎卦？有没有？那下面算出来的六，这个二呢是什么？坤卦，是不是？然后把坎卦和坤卦，阳数做上卦，对，坤卦做下卦，变成什么？水地比。好，求出来是水地比卦，这是父母卦。那如果铁板数里面在算的是坤前级的那个坤级啊，它里面的有个，它里面分成很多的流度啊。乾宫甲流度，乾宫乾就代表父亲，坤宫甲流度呢，这代表妈妈吗？那你要把水地比卦你放到乾宫去的时候，他求父母亲是乙巳，有没有？那乾宫甲流度按照他的布列数据在这边，我写在这边给你看了，有没有？那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都给你这样横着排下来，有没有？那你如果是乙巳，你最后看到巳，有没有？代表号码是不是9253啊？有没有？然后你就看它的条变，9253属什么？就是它了，就是它计算的，它就是这样子的嘛。那很多人傻乎啊，哦，那如果算的时候它有深浅，就像我们那个斗数里面，我们在排的时候有妙旺得地，哦，利益有没有不得地不现？妙旺就是算盘上面的那两个豆豆嘛，妙旺，了解我意思吗？那得地利益不得地以后，下面就是下面五个豆，就是它的星辰的亮度。那如果我们排第一个的时候，诸位看，排到第一个，如果是乙巳年算进去，把巳套进去的时候，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数一出来以后呢，如果你看好看下面，父母爻是乙巳，是9253，查他的父命是蛇年生的。如果不是蛇年生的，初科不对，就把它往前加五分，就变成92558，懂不懂我意思？9258再加五，这是一种加法。如果加五也不对，诸位可以看到四的对爻对面。好，我们那个十二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不是十二个宫，对不对？四的对面是什么？亥嘛。然后你去看亥宫的甲那个乾宫流度有没有？亥宫是不是9553？一直要核对到父亲的克是对的，父亲的克出来以后呢？知道啊，你父亲是属猪的，而刚好这个亥卦在这里。对了，就以这个数做基数，懂不懂？来做加减，加减兄弟啊，加减什么的，大家通通出来。好，那凡是超过12000的，通通扣掉12000，在12000里面一直循环。好，这是它的铁板神数这样出来的。那你很简单，你一直类推子女宫。好，比如说你要推妈妈，妈妈就不看那个乾宫。哦，坤流度，你要看那个甲，不是看乾宫甲，要看坤宫甲流度了。哦，以此类推下去，那里面很多流度的，我会把它写在书里面给你们看。哦，把这个公式啊，把它写在那，因为这是公式而已嘛。好，你按照公式去看，那就后面有基本数是12000的条变，这是铁板数来求的。啊，当然可以求流年啊，求什么都可以求出来。那基本上就是算数在那里算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用黄极金石算。如果要黄极金石算的话，又不是这样子的，哦，它得出来答案是一样哦，所以12000个条变里面很多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重复啊，你就看它，哇，一直在重复。黄极金石算的话就不看这个了，黄极金石是看呢，元会，哦，运势，元会运势，数还是一样的，哦。如果是用黄极金石来算的时候，他是用元亥会，元会呢来考父母，来计算父母，啊，运势呢来算子女这六亲的。大家取数的时候图又不一样了，诸位看我的这个第三页下方中间那边黄极艺术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一个是天干，一个是地支，有没有？啊，
如果是黄极艺术看的话，甲是什么？九啊，有没有？丁是六，是不是？庚是什么？八。哦，这是八。那地支数呢？如果是子呢？多少？九。卯呢？六。申呢？七。辰呢？多少？五。这就是黄极数。那黄极数计算的时候呢？因为我们是元和会来算父母，九加九是不是十八？六加六是十二。哦，这个数把它拿出来。七加八是不是十五？八加五是不是十三？哦，那黄极数比较大，范围比较大，为什么？它是以天地来计算的，所以地球在那边转的时候，地球从西半球往东，从东半球由东往西转，哦，地球这样转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从台湾这边坐飞机到美国去的时候，很快一下到了。啊，这个就地球这样转，你这样子过去，不是距离会变短？可是你从美国回到台湾来的时候，地球是顺的，你顺着它，你在追着地球逆转，是不是慢？有没有？所以回来的时候大概13、14个小时，去的话90个10个小时就到了，会差了2、3个小时。为什么？就是地球在自转。那地球在转的速度很快，你为什么没有被飞走啊？你为什么你不相信？你拿个轮子转，你站在上面看看，你为什么没有飞走？因为地球这边在转的时候，我们的地系是往这边走，反着走的。所以说，那个易经上面计算元会的时候，和运势的元会是顺，运势是逆。好，什么叫做顺？你看这个数，这数已经写好了，十八和十二。哦，你排出来这两个是不是数目就是1812？哦，这两个加起来不是把这两个数相加，而是数目放在一起顺着摆，就是1812。那在元会运势里面，这是千位，这是百位，这是十位，这是个位，啊、哦，千百十个。那千位数是什么？九。那1812加上9000，加起来的话就是10,812。就查到10,812条，条就出来了。那求子女的时候刚好反过来，这个一五本来如果按照顺的话，是不是1513，对不对？1513，你这个数是八，就是加六八百，对不对？加八十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看的时候，我们在运势看的时候是逆，然后逆转的，所以应该排成5131，用5131条来看。好，再加上它的位数。那从这边开始，这两个加起来是一个十位，这里是百位，这里是千位。这个黄极金数就是这样算的。哦，那这些都是死的，所以一个八字它数求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两种数。刚刚讲的数是直接可以变成铁板神数的。如果我们把它用黄极易数来看的时候，那个数就不要按照干支、天干地支取数，用有一种黄极易数的取数的方法。黄极易数取的时候是取大数，啊、哦，取大数。所以它就是98765，哦，98765是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的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，排列的公式呢是死的，哦，我把它写在书里面给你们看，那个批的那个功夫才是真正的功夫啊，啊、哦，批的功夫。所以我们上课排的，我大概跟你讲解一下，你们大概知道个印象就好了，你们看到书就会排。好，看到书就会排，不管你观众还是你们，如果不会排没关系，我们再另外开个教你，专门排给你看。好，让我找几个助教，不然我很累。好，一个事情讲了2、3次还在那边讲。好，但我们尽量排列的方式，书本上我们尽量用表格的方式，让你好看，查表就好了。就好像你排紫微斗数查表就好了嘛，自己都会查。那有电脑当然快了。好，那我们实际上这个部分把它设计成电脑程式。那批的部分就要我们来注解，重新把它诠释过。好，诠释过。这个我们在子平法，我们在四柱命卦把它排出来以后，哈，有天干地支算出来以后，基本上我们拿到手上面呢，一个人的八字会有几种东西。第一个会有先天卦。
第二个会有后天卦，第三个会有执年卦，哦，执年卦。所以你天干地支完荡出来以后，有一个卦，有先天卦和后天卦。当你排到先天卦以后，后天卦排出来以后，我们再去算流年的卦。好，诸位不要怕，这个之前排法是死的哈，我再跟你讲，不要担心，我非把你教会不可。啊，如果不会的话，请我们这些高手把它设定成程式，你就死的按电脑算了。批号，所以下面我们批的时候，我们按照先天卦、后天卦和执年卦来批的。